请爸爸过来陪小小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直接来啊！爸爸，你妈妈的身躯在困去啊！原来你拢是在骗我！你竟然利用家己的囡仔来设计小孩恋爱，敢袂想过变态？你今无出嫁做小小的妈妈，我要争取小小的监护权，你要等我来出嫁一趟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按时备电，天之娇女。对你较好嘞，你倒叫是讲家己足了不起的。你上好是哦，摆脚一世人。看起来你真要紧去咯。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嘛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幸福。麦子，你麦子，小刺猬，你总算愿意原谅我。想到林正英在困，张仁心嘛买不过伊啊！你走了，我帮你去创啊！哎，我陪你困去讲一顶眠床，是的，我做的。爸爸，你直接来啊！这是会当帮助你，我你搁较进一步的物件，你只要想办法，把这煮到任何的饮料内底，保持甜度来啉了就行了。我来爸爸陪妈妈的办公室陪我，啊，不过爸爸在妈妈的身躯里困去啊，无来陪我。若是需要我斗相共做你开嘴，毋免歹势啊。迄人的背影，甲阿泰真正足像的。啊，不过若是阿泰，金花哪会袂认呢？哥，你顶来啊？我介绍阿哥，你是谁？金花是当时通知警方过来。小凡，你要做啥？啊，阮刚刚的就讲着过去的代志，阿拓还着情不自禁啊。你咪袂讲啦！你哪会当做出这款代志啊？我害就是惊去伤害到你啊！童曼琪，原来你拢是在骗我！其实今日，就算小孩真正有甲你安怎，我嘛会原谅伊，因为我无可能甲伊留予你这个小查某。